现在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外汇赚进来。你去给我查一下全台湾最大的茶公司是哪一个。吴先生，你不是来找我做红茶？台湾茶的未来不在你那个观点。你向你倒地，我们都有在做；你向不倒地，我们也有在做。制茶是一门艺术，更是一门生意。两家公司安排不太好，马家是左手，而你学艺的所在，是你这完全上手的。新普利叶酵素茶精。